非常的感恩啊，整天整天啊，心里呢都是很贴心啊，星星片片都贴在一起。我常常都说要用寸寸爱铺的寸寸路，要很谨慎的这样走过来。今天听的不就是吗？我们都是用爱这疼惜生命，爱护生命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他叫德贤，36岁，他原本的职业是一位厨师。他在一场车祸之后导致他的颈椎第三第四节损伤，左侧无力，生活没有办法自理。当时神经外科医师甚至宣判他终身必须坐轮椅，各管师就安排他入住。除了常规的复健之外，我们开始让他使用我们单位内的兴旺爱复健机，让他做简单的肢体复健。等到他的肌力还有关节活动度恢复得更好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带着他走路。之后他绕着我们护理站，虽然小小的一圈，但是我们的护理师跟照护员是充满感动的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。其实我很感谢说青睐金这个大家庭，他给了我很多的支持与鼓励。在以后我能回归社会之中，我都会学会说如何伸手向上，伸手向下来帮助别人，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。看到了那一位年轻人从那样的身体不能动啊，他竟然呢是走路在我的面前哦，这是好感动啊！我真的很感动，这样的生命，我们所求的就是刚刚这样子，不求其他，就是刚刚这样子可以走路在我们的面前，看看爱的能量总是这样完成了。那我们的护理之家呢，这是一个中途之家，让他过来啦，让他呢可以接受到了很好的品质，他还可以坐起来，还可以站起来，还可以回家呢。这种很有温度的，很有希望的哈，连我们的清安机啦、护理之家呢都可以做到这样。你想，这是不都是我们最好的信心的见证吗？真的是很感恩，也是很感动啊。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，他叫老莫。他在2年前，他其实是一位舌癌的患者。因为他最害怕的是，当他开完刀之后，如果舌头不见了，他以后要怎么办？他自己生活有没有能力，或者是会不会直接在开刀房上面死掉了？那我们也是一路去陪伴他。对我来说，我价值就是让他们可以回归生活，然后创造他们自己的良能这样子。所以他常常鼓励跟自己一样的问题的病人。那我们有发现老莫他有一个长处，就是他很会做手工艺。然后老莫一跟我就准备送给上人礼物，我说好，那我帮你带去。几家蜜蜂，几家蝴蝶哈、哦，那种的蝴蝶效应啦、啊。可见呢，我们台中啦，未来的这个蝴蝶已经效应起来了，看它能不亮丽起来吗？只要和和复写，我们呢不怕没有工作做，我们不怕工作再重啦，责任再重都可以承担起来，所以人人都可以挑起责任。看到了，我们为了身体病的这一种课题啦，我们医疗的医护同仁，那和和护协哈，都是很感动啊。那天天呢，我面对的都是病苦的众生。我都会听到了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来跟我分享法亲关怀。虽然慈济人不都是医生、护士，
但是那一份心灵的陪伴与照顾呢，就是我天天都要耳朵听到，眼睛看到，心灵感受到的啊。一方面辛苦啊，心灵的苦啊，一方面呢感动啊，感动的就是陪伴人的人，这都是菩萨。一方面呢看到了，想当年他们呢还在中年，看到现在已经老人了，他的凋零，他的身体的苦，他的病痛，那一种的无常的苦，这越来越感受越大，越感觉到我们的医疗呢还要更加强。我们的医疗呢要如何让在病苦中的能品质更提升，老病中吃苦啊，我们能更提升医疗品质，那对苦病苦人呢会更有更造福啦。其实自己也是已经这回啊，想一想自己年龄都52啊，何况讲哦，人的年龄啊，去加加上就知道，已经是多大把的年纪，那一种的老病的感受呢，更深刻哦。所以呢，越来越要求我们的医疗呢，要更密集的精进。听到了，我们年轻一代的一直让他及时深造，总是呢，这都是目标，我是很开心的。我常常说啊，提拔人才，培养人才，这都是一大的目标。所以期待了我们未来的医疗呢，还要更精华，那更扎实哈。更提升我们呢，在台中提升呢医疗的精华起来呢，要看我们大家的心，向力是不是有凝聚在一起。今天我看到，我也感受到，我也真正的很有信心，检院长一定做得到的啊！但是呢，光靠一个人哦，不够哦。我们是要大家合心合气，互爱协力。那最近在讲的经济有为法，可以人为的方法，人在作为的方法叫做有为法。这种有为法当然了，要有相好有事，这种是无凶无疏啦，这大家人来合心协力哈，来付出啦，不怕事做不好，一定呢，只要核心啊，和和气气哦，那大家人和蔼啦。今天都看到了，合心和气，大家很和气呀，而且呢，也很互爱，这袂讲哦，显出啦，我是一枝独秀。没有这样的，就是每一颗大家合在一起呢，都是感恩你，感恩你，感恩你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你，这种的缩小了自己了以后呢，放大了光芒呢，那就是前面的光哦。那假如是在自己一枝独秀了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就不会有前面的光啦。总而言之呢，繁星闪亮哈，那应该在这样的大中部里呢，我们要来一个大团结，这就是永续哦哈。所以有为法就是可为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做，要做什么样的事？那在一念心呐、啊，这一念心呢，所包含的是无为法。你看不到，你摸不着，你的一个心念是看不到，要等
的我们做出来的，不过呢所做的一切在归于呢豪莽啊，这样豪莽的日日夜夜哈，我们都可以呢永恒的存在。各位菩萨女王们，我们永远呢都是十方云集的大一王啊，那这个天地之间无不都是呢大菩萨。感恩今天真正的看到了，让我们很有信心哈、哦。感恩大家，也祝福你们。